Nice. Some tears on the left. What's up?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来看这一手牌，美女卡门拿到一对八，小门卫在考虑啊，要不要花2500去看翻牌。果德巴还是跟了下来，这是 DQ 做的三败，二七对上两个人他就难玩了。翻牌 A 勾七，这口袋对子都被盖上了帽子。尼克口袋时估计也没法有什么动作了。转牌，一张九，八还有十，全部都是卡顺听牌。卡曼要动了，底池7400，他决定先进攻，打了3000。考虑到可能是在偷池的可能性， Nick 这一对时接了下来，希望合牌可以看到 Carmen 的过牌。底池现在已经13000了， Carmen 如果合牌想打，就好像只有推 all in 一条路了。能推出来吗？还是推了出来。哦，这一枪非常的勇敢啊，他们把底池啊生生给抢了下来。接着来看这手牌，这是一个多人池啊，翻牌两张黑桃，有中十的，有中勾的，有卡顺听牌，看看谁先动手。 DQ 拿着顶对打了600。A 圈应该是不会走啊， A 圈转牌掉张 K 那就是 Nuts。 六老板更别说手里还有张黑桃，还有后门的同花面可以去追赶啊。 River 中十，看到两个 call、哎、这牌跟不跟都行啊，这转牌掉张九，这九十也没法玩啊，搁我应该是盖掉了。转牌，哦，老 K A 圈，不能说是 Nuts， 但也差不多了吧。站上 Nick 先下注，底池3000， Nick 只打了1000啊。他也怕两张黑桃做个反夹自己难受。六跟下来 ，River 走 ，DQ 也走了。合牌黑桃九 ，Leo 的同花拿到了，不过是第二 Nuts。而这个时候 ，Nick 还在下注，这是想去演一张黑桃 Ace 吗？直接打出满池啊，真的是想演一张黑桃 Ace。Leo 老板竟然不是秒 call， 他犹豫了。哥们儿不会是要盖牌吧？哎呀，可惜了。接着来看这手牌啊 ，River 口袋七做了三败 ，Blaster 口袋勾做了400啊，直接推到了10340。这让 Carmen 的 AK 萌生了退意。哦呦 ，AK 都直接盖掉了。怎么说 ，River 口袋七要不要去跑一把？这后手3000多啊，不跑也得跑啊。口袋七跑口袋勾，不到20%的胜算 ，River 要输光了吗？来看这手牌的结果。翻牌220，红桃的话，再来张红桃对于 River 有帮助。哎呦，不用了，七到了。哦呦，这运气啊！一次发牌啊，直接给 Blaster 发死了。来，接着往下看 ，Blaster 拿了勾勾之后呢，只有拿到一手 KK。面对 Sashimi 推出的四败，哼 ，KK 谁能负得掉？
这手牌 Blaster 又是大幅度的压制，那 Sashimi 有机会啊，有机会吗？机会渺茫。接着跑，不会又给 KK 发死了吧？有 Ace 吗？转牌，来张四。真离谱啊 ！Blaster 又死了，不玩了，这玩不下去了，这怎么打？每次领先都能被成功发死，赶紧回家吧。继续来看这手牌，哎，这 Brandy 接了Sashimi的班啊，这是。来看这手牌啊，三人池。翻牌 AK4 彩虹面 Brandy 拿到一个中对， Jesse 拿到顶对。翻前呢是口袋十起的 open， 翻后 River 直接过牌了，拿到顶对的 Jesse 开一枪。 A 圈这么强的牌，翻前怎么不去做三败呢？底池1600， Jesse 打了，哎呦，直接打1200啊，这有老 K 的 Brandy 啊秒扣。转牌红桃九， Jesse 想了想过牌控池，那Sashimi二号呢也过，最终合牌一张八，哦呦，给 Jesse 发死了。转牌不打，合牌要打了吧？欧印杰驾到， Jesse 打了1800， Brandy 直接反推了5500。别笑，你跟得动哥。嘿嘿，中计啦。于杰表示，这老娘打了一晚上都没打明白，你上桌一手牌就拿下一个大底池，怎么做到的？接着往下看 DQ 枪口位，八勾黑桃加注到300， Brandy 再次入池，翻牌一张老 K， 哎 ，Brandy 这中牌率还挺高啊。翻后 DQ 中八，没有再打。于姐有 K 的牌面，咱就别动了吧。哦 ，Brandy 是打了1000，顶对下注一个满池，怎么着 ？DQ 不信是吧？他觉得 Brandy 不可能一直中牌啊。反加这个牌面这么干燥，怎么做的反加？一手六七吗？这个反加我是没太看懂 ，Brandy 根本也不信 DQ 有好牌。转牌，一张十。哎，这 DQ 没牌，做了反加，好像也只能过牌了，合牌。也不是 DQ 想要的东西，一手勾嗨进攻吧，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演的牌啊，不进攻吧，这很明显得输，这只能盼着 Brandy 手里踢脚不要太好，可以一枪把他打掉，但是 Brandy 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吗？连赢三把厉不厉害？还记得 Brandy 的至理名言吗？顶对不秒扣，打什么扑克啊？好的，朋友们，来看今晚直播的最后一手牌了。Brandy 上桌不到20分钟，直播就要结束了，但是他们的战斗还没结束啊。感觉以 Brandy 今天这气势，应该能大胜啊。来看这手牌，翻牌 K79， Brandy 拿到一个小小的底对，而 River 的进攻呢再继续啊。Brandy 重牌跟住，600的下注也不是很重，转牌一张八，第三张方片 River 拿到同花定牌，怎么不再开一枪呢？再开一枪可能就结束了。合牌的一张五给 Brandy 发成了顺子。底池2200， Brandy 打出了又是一个满池。
你又中牌了吗，老妹子？哎，这 river 头上有点绿啊。1 second， 最后一秒让我再想一下。中没中牌呢？已经连赢三回了。It's different. Everything's always different. You want to meet a bet, so. 好，朋友们，那么今晚的直播随着 River 的跟注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明天的超高额再见。Call with ASI again. He was in great shape till that River card. Moving on up. These are so annoying. What a comeback for Sashimi tonight. She got stuck 35K. At her darkest hour. Yet come the end of the night, she is winner. Up about 1,500 according to that Polymarket leaderboard. What a night there for Sashimi. It's been an incredible night of action here on the first session back from the World Series of Poker. I'm your commentator, Adam Johnson. I go by Comedic Gamble. Thanks for tuning in. We've got a wild week ahead of us here at the Hustler Stream. Thanks again for tuning in, and I will see you all this week. I will see you all later. See you in the chat. Peace.